情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卧推然后跑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恐惧的。那有就是在两年前，我就是跟朋友就是接触了健身房之后，然后自己就是不断的练习，然后现在也就是克服了一些就是心理的障碍，然后可以让自己的那个体态啊，然后肌力跟体能变得更好。那我们中午的时候也会就是跟同仁，然后在这个健身房就是一起练那个核心肌群。那同仁他也有参加三铁，他自己也觉得说哦，参加练完核心肌群之后，他的核心变好，然后肌力跟那个肌耐力也都变好了。